新春佳节合家欢，喜气洋洋欢乐多。中央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祝您阖家幸福，万事如意。从1983年开始，中国人的除夕夜又多了一件大事儿，那就是全家一起看春晚。30多年来，春晚的内容与时俱进，形式更是不断翻新。作为春节新民俗，春晚为我们带来无限的欢声笑语和美好回忆，更让我们记住了几代优秀的艺术家，许多经典旋律和优秀作品至今令人难忘。干嘛呢？干嘛呢？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队长，别参加，是我。哎，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不要说国内史夫妻做事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南北笑星欢乐聚首，喜剧王牌致敬春晚。今晚两对笑星用笑声唤醒春晚记忆，究竟谁能赢得那一盒岁月典藏的录音带？哇塞，难忘今宵，谁能解锁不朽的旋律？春晚老字号队四度登上央视春晚的队长沈腾，化身香港歌星张明敏，带领美少女特工欧阳娜娜，力邀春晚黄金搭档蔡明、潘长江，以及曾经在春晚演唱倍儿爽的大张伟，两模特队火力全开，能否先发制人？我这个是郭达老师的，我跟郭达20年的搭档，我没有认出他，这是郭达。连续3年登上春晚舞台的队长王源，联手开心能量爆表的特工贾玲，以及他的春晚老搭档白凯南，是我，是我呀！力邀春晚夫妻组合郭冬临、牛莉，笑点齐发。明天要办了，小王队长一起范儿，能否点燃冬天里的一把火？王牌对王牌，狗年新春爆笑开战。春晚老字号队大战春晚常青树队，王牌传声筒难度再升级。喜剧人如何玩出新花样？春晚经典歌曲耳熟能详，但真正记得清歌词的能有几？为爱叫天涯，后两句不会唱了。记忆游戏让你笑出腹肌，究竟谁能笑到最后？歌声悠扬，笑声连连，春晚艺术家们给千家万户带去欢乐，但自己却成了过年不回家的人。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连续能有10几年，我们都是三十晚上直播，三十晚上凌晨1点多，我们坐夜车往东北赶，那时候那个车厢啊根本就没有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默默无闻却爱岗敬业。我是做油漆工的。油漆工？哎，我是一位物流公司的一名装卸工。杭州公交集团28路司机。杭州交警的一名。机械设备维修的。其他人休息的时候我们是不能休息的，所以这个年三十是我们基本上没有在家待过。我已整整间已经20年在岗位上度过了年三十。20年啊。20年，谢谢您。放弃小家的团聚，守护大家的团圆，他们是王牌中的王牌。祝天下所有的人能够平平安安回家。我们四个就想对你们说一句话，那就是有事儿您说话。笑星拜年，欢乐不断，最强喜剧人之战即将拉开帷幕，谁能带给你更多的笑声？谁能让舞台再次响起难忘今宵？精彩对战马上开始。跟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全场的比拼要争夺的是最佳喜剧人的荣誉称号。每一轮比拼获胜的队伍会获得一盘非常有年代感的卡带，最终验证的时候哪队获得的卡带放入播放机能够响起那首大家最熟悉的难忘今宵，哪队就获胜。本场获胜的队伍将获得由全国热销的小瓶白酒小郎酒提供的10万元环保基金。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个游戏，春晚传声筒。
新春传声筒游戏规则，两队各派五名成员进入隔间，由对方出题，第一名成员根据题目表演给第二名，依此类推，由最后一名成员作答。注意，本轮游戏共三轮，特工的权利是选择一名观众替换对方的一名成员，胜出的队伍拥有选择卡带的权利，输的队伍将会接受惩罚。好，谁先来？哪队先来？来吧，同学们，哎呦，加油！我来中间这个。哎，那我来第一个也行吗？行。小圆在出题啊。哦，圆老师在写呢。哇哦！那么多字可以啊？别让他们看见了。小圆，大过年的别那么抠啊！我靠！行。哦。我录个录个。这个很好。哎。谁都知道，对不对？啊、谁都知道。可以吗？我行吗？选。谁都知道，但是你选，给观众看一下。啊。接下来看大老师精彩的演绎。好，来开始。六个字。一个啊，第二个啊，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五。然后第六个，滚！滚！地天，好嘞！滚滚滚！滚！那啥呀，大张伟？滚！哎呀，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第三个字。第四，完全的对。第四，一共六个字，反正我告诉你仨字儿。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第三个字。你这啥呀？你这是啊？对，完全。六个字，第一个字。我就告诉你仨字，后边我就不知道了，你自己蒙去吧。啊，好，开门开了。第一个字儿，天地。完了。天地跳秧歌。哎，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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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秧歌跳？后面就不知道了。天地二人转。你真烦了，地天。我不知道他们演的什么。秧歌跳，地包天扭秧歌。地包天走模特。哎，预备开始。我觉得我还有必要过来问吗？这娜娜挺厉害的，理解能力特别好。答案是什么？你看他说天地嘛，那没有天地，没有天地。大张伟上去。天地。地天。地天。地天。扭秧歌。地天扭秧歌。我们让大老师给其他的几位统一演一遍，他不说话，看谁能猜出来。对对对，来，我给你演一遍。六个字儿太简单了。六个字儿不能说话、啊。第一个字儿啊。第一个字儿。地。第二个字儿。高。第三个字儿。比较冷。四五。啥呀？第六个字儿。赞。红。高。凉模特对，模特对，不是对了，模特对，模特对，对不对？对，对，模特对。不是，我觉得演的真不对。
高。不是，我觉得大老师的这个模特对是非常经典的。对，模特。模特。对了。哇，这叫模特啊！好了，红。好了，这个双方互换一下阵容啊，来。来来来来，该我们了。来，咱们。我第一个吧。啊好。我可以最后一个。好。行吧，我倒数第一个。你演过那么多小品呢，你就随便想一个你们的小品名给写上不就完了吗？不行，好猜。不行，太好猜了。就写黑变奏曲特别难猜，连词都写不出来了，气的。今天的幸福。啊，可以，可以的猜，就这个吧。对，就这个吧。宝宝，妈妈。因为这个是状态不好演。好了好了，行，特别简单，五个字了啊。注意别人看家呢啊。这个难，这个难。啊？哎，这个真的有点难。观众看一下啊。OK， 来开始吧。对，哇哇哇，几个字？五个字。第一个字是，第二个字是，这个是真的难，太难了。五个字，第一个字，红，第二个字，啊，红红，第三个字。我这边开始了，这才三个字，好像后边都是这样。哦哦，开始了。第一个字是这个红，对，哭哭。第二个字是高尖。第三个就有点难度。第四个。没了，这个怎么办？这个第一个字儿啊，红，告诉他。第三个字，他没告诉我，那我上来猜去。五个字，红天空，红顶牡丹花。好了，老白到前面来。到目前为止，你唯一可以明确的，一个是五个字是可以明确的，一个呢，大概从第一还是第二个，就你能听到那个嗷嗷的状态，你是可以明确的。白老师，五个字，五个字，第一个字是啥？红吗？不，他们。你让小圆再演一遍嘛。第一个字是扣，第二个字是扣高，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是。重要，你把这嗷嗷嗷翻译出来，我就算你对都行。我跟你说，嗷嗷嗷，你一定有这声。来，白给拿来。红红的太阳，蓝蓝的天，红红救火车。好嘞，对了，太对了。行了，给这孩子喂口奶喝，走吧。我出去给他演遍。金红，第一个字。
发闭眼，央。第二个字，红红的太阳放光芒。今天，天我高兴。真的是演不好，就今天的幸福。哦。这就是方圆的幸福是这样的哈，太棒了啊！好，两队来互换一下。哎，写一个好演的啊，我是第一个。对，贾老师，你弄一个肢体动作大的。好，好。哎，街舞可以。街头舞蹈，要不写，是吧？他街头舞蹈他们会猜成街舞不？对呀、啊。我们呢都是根据你们的气质出的题啊。好了，好，小圆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词啊。哎呦，这怎么演啊？这个中文吧？是中文，是中文，但是蔡老师，我们是出的您的强项，对，出您手里了。跳过街头舞蹈？没有。准备好了吗，明姐？这轮挑战开始。几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哦，怎么着？哇！哇！功夫。四个字。四个字，打碟。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杂技。不对，这什么？是这种吗？是这种吗？对，这种的，这种。对吧？对，四个字。这种。好。哇塞，他加工了。这种。四个字，霹雳贝贝，不是，比较洋气的，啊、洋气的，洋气的。我不会跳舞，但是我不会跳舞。什么？体操，比较那种 street 一点的街舞。我不知道是不是，反正大概就是这么样。四个字。嚯，你们俩撂跤呢？这是要摔跤，扫大腿。啊，洋气点的，洋气点的啊！嘿，哇塞！郝建怎么这么不协调？来吧，我知道了。行，哎嘿，得嘞，哎大，哎行，我真热闹，行了，我，哎呦喂，真棒，哎呦喂，真棒，然后还有呢，啊，还有呢，就是一个，然后就倒地，然后有一个，然后就这样了，这个，啊对，啊行，完我不知道最后有没有这个，哎呦，哇塞。哎呦喂，还有这可能没有，这是编的，还一打铁是吧？四个字，我还驴打铁儿啊，没有那个，这个很明显嘛，这猜啊，街舞肯定跟街舞有关系，对不对？街舞，街舞，那他哎呀，您觉得他在演特别好是吧？特别好。然后那我能再看一遍他演吗？快点吧！完了，最后来一个，对，这样打。啊，有一个，哎呀，就是那个，急眼了，这个表演叫做何必呢，是不对？然后为什么要翻一个跟头？啊，我知道了啊，旋风小子，然后那个小。那个小龟翻身什么类似的，我想然后想啊、小
小吴亦凡先。没，你讲对过，你讲对过，出现过，说对了都。哇，旋风小子。不行，蔡老师不能再提示了。街舞街六街七街八，然后街舞行了，可以了，四个字，来五四三二一，走你。贾玲街舞。他们这道题出的巧妙就巧妙，再把街舞两个字拆成了四个字，说街头舞蹈。哦，这太气人了，这谁能？是一样的，谁能想到？是一样的，街头舞蹈，一个是街头舞，然后倒着就这样不就行了吗？一个是街头舞，然后倒着就这样不就行了吗？我接了，模特，对。好，来，请互换位置。郭老师，您第一个好不好？牛林老师，您第二个。我最后一个，我说不定我能猜出来了。我在这儿，你在中间，哥。让我们赢一次，也。你别求他们，咱们会赢的，好吧？我就好好传达就行了。好。好演的吧，我们写我英文行吗 ？Happy 行吗？太简单了，电动牙刷啊，不，那个简单，手心出汗，按摩椅，马桶，嚼过的口香糖，咱们就写我祝你春节快乐，他看他怎么演，好了吧？行了，可以了啦，你要是这样，咱们就一块讨论。哎，这么着，给郭冬临老师写辅音这个。这个行了吧？这个好，这个、可以，这个很红的。你对，这个很红啊。红，这个很没问题。啊，来，我们已经决定了。来，看去，娜娜。郭老师第一个能演出来，真的服了就。天哪，这个很厉害，这个词，这个词很厉害。能是什么呀？冬玲加油，我相信你。小圆，这个你好猜。王源，尤其你特别好猜。准备好了吗？这轮挑战开始。两个词，第一个词。垮了，哎呦喂，这么好的一个词儿就白瞎了，什么呀这是？第二个，好，请向老白传递英语。两个词，第一个词，第二个词。哎呦，急死我！第一个什么来着？第一个词儿是撒。第二个是撒哇，就这样没了。啊，没了，向王源传递。两个词。就一个撒，萨瓦迪卡，哎，萨瓦迪卡有可能，这也不是迪卡呀。传递时间到，小圆请上前，这道题能不能对，就只看你的悟性了。来，哎，不，那个萨瓦是我自己加的，没事，你瞎加更乱了。看到了什么？就是。撒哇！哇塞，拉丁舞啊！哦，我知道。
什么？老年迪斯科。哎，为什么顾老师，您觉得那个福瑞的感觉是这样的？这是什么意思呀？福瑞啊，我就想告诉他打折的意思。好，还有最后一轮是要戴着耳机完成的，你们还有特工权利没有使用，来，请互换位置。好了，这一轮我们的传声筒有全新的升级啊，台上呢居然出现了耳机和武器，所以在这个传递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有意思的画面，关键还在于你们出什么样的词给对方。谁先来？这次让他们先来吧。当然了，当然。好，咱们我要用特权。好，把谁换下去？说你觉得最机灵的那个是谁？换林姐吧，把林姐换掉。好的。啊，简玲不让上。啊，把我换下来。那咱们赢了。好，观众就在第三个的位置。来，我们请出参与到这轮游戏当中的观众，欢迎他。朋友们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主持人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啊，到这个位置上之后。我姓金，艺术的艺，金艺。艺，金艺哦，军艺的，金艺，艺术的艺。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我是会计公司的。会计工作，那这一年过手的钱可不老少啊。呀，今年您的年龄是？70。哎呦，70了。哇，你看人家70，你看咱俩的70。好嘞。我帮你们一起商量啊。不用，真不用。没事儿。才快回去。到底是怎么着？怎么要不那个呢？这个题啊，相当的简单啊。行了，好了。太直了。看见都没事。看着他也说不明白。密密麻麻呀，我记都记不住。相声演员记词最快的，这个没问题。相声演员记词最快的，这个没问题。快的，没问题。就这样，可以啊。来吧。好了，他们把麦都带好了。可以啊，给观众看一眼，娜。观众看了都记不住，我跟你讲。可以了吗，老白？我这嘴大，特别准。来，3、2、1，开始。舅舅，我舅舅吧。不救我。哥，慢点。呀，舅舅，哎，真客气。嗯。舅舅，哎。舅舅，我。舅舅吧，舅舅我舅舅，不救我舅舅，舅舅吧舅，我舅舅就没救了，舅，舅舅我舅舅吧，舅不救。不救我舅舅，我舅舅就没救了。对，我就没。好，小圆请向后传递。打出来了。说啥呀、啊？你这就不能问了。说对了，你说对了。舅舅，我。这什么？几个字？我不知道。几个字？好多个。舅舅，舅舅我爸，救你爸干嘛？不是救你爸，哎呀，舅舅我爸。Yes. 好，金先生，请向后传递。救救我吧，五个字。
五个字。救救我，五个字。舅舅，我是三个字。我是会计工作的。会计工作的。救救我吧，救救我吧。四个。对 ，yes。yes。 最后一棒，那是三个，四个，对。舅舅。救救我吧，几个字？他说五个字。救救我吧，还有五个字。救救我舅舅。对了，救救我吧，救救我舅舅，救救我和我舅舅。时间到了，我和我舅舅。时间到了，哎呀，几个字？几个字？就你看到了什么？几个字真说不清楚，我都不知道几个字。怎么给你形容几个字呢？一页纸，一瓶。看到了什么？你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救我舅舅吧。好，涛哥，我觉得我是第二个，我觉得我听的是最准确的。什么？先是呼喊了一声。舅舅，舅舅我爸，舅舅我舅舅和我爸，对不对？对不对？白老师对不对？你看多好的孩子，老想着他爸。他关键是不是救爸爸，是救舅舅。是吗？哎呀，来双方互换。我们谢谢这位观众朋友啊，谢谢金师傅。没事。来问一下贾玲，这轮你会把谁封印？啊，大老师坐着就不能动了啊！其余，行嘞。冤冤相报何时了？其余四位老师，请上台。这轮参与到游戏当中的观众朋友，请到场上来。有五十位姐姐啊，穿的也特喜庆，烫头啊。观众朋友好，熬夜你好。尊敬的老师好，主持人好。底气十足，来来来来，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哎，我是萧山的。我萧山的。哎，对，本地人。本地人。这是您的主场。哎，好。怎么称呼您？哎，我叫陆彩金。陆姐姐，中间的位置留给您啊，来请。好，请您请。哎呦呦，吓我一跳，很乐呵，很乐呵啊。出一鞋子，来，出绕口令。你们能不能出简单点儿？你在犄角旮旯叽叽喳喳，别在。大张伟出的，大张伟，你个叛徒吗？叽叽喳喳，玩这立刻扔是吧？行吧，就这样吧。这乐的，这怎么的了？看我先看。别在犄角旮旯叽叽喳喳玩这个铃。蔡老师，你一定能猜出来。我应该站这个位置吗？可以的。您最后是对的，因为你能给掰回来。北京话。哦。好，家喽。老白给观众看一下。观众也看不懂。来，这一轮看口型的传递，准备好了，三、二、一，开始。几个字？很多。很多。那个别在这犄角旮旯玩。别在这里小开朗，小郎酒。别在这犄角旮旯叽叽喳喳玩。别在这里叽卡拉喳喳喳。别在这个犄角旮旯叽叽喳喳玩这个。别在这犄角旮旯子。犄角旮旯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玩这个立根人。别在这叽叽喳喳。别在这犄角旮旯。别在这犄角旮旯叽叽喳喳。别在这叽叽喳喳，别在美，别在这个旮旯美，你还美，真的太美了。别在这
我打起来了，完了！别在这儿，别在这儿啊！好的，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啊，太好了，太好了！哇塞！别在这儿，继续加油！啊，太好了，太好了！啊！事儿咱能握住吗？这是姐姐，姐姐，你可以保护了。你可以保护。哎，哇塞，这个变成一个搏斗的一个游戏了。快说，我为你输，我为输，我为猪，我为猪，我为猪。他输，他很美，他很美。长得很美，蔡明救不回来了。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我看了开心死了，哦，真的开心啊！我看了，哎呀，再见，我开心死了。我带着口音的，这姐妹打架来了，这。行了。你把那个摘了。我喂猪，你喂猪，我喂猪，我喂猪。猪长得很美，猪长得很美。我说什么？再，几个字啊？我喂猪，猪长得很美。我喂猪，猪长得很美。我说看这什么？再，看你 PK 的稿子啊。这蔡明老师还掰得回来吗？掰不回来了，掰不回来了。这什么东西啊？从这儿看过去，就证明这支队伍现在内心有多么的绝望，有多么的绝望，是不是？哎，中间那个赢了，中间那赢了，中间那姐姐太厉害了。蔡明老师就靠您掰回来了。哎，蔡明老师，您看一下中间那位姐姐，给你演一遍。中间那位姐姐演得特别好。那你给我演一下。哎，我们给这权利啊，就是看中间姐姐，如果猜对了就算全对，怎么样？对，来，姐姐您来，您来，您往前演一遍，您刚才看到了什么？我看见我旁边这个美女长得很美，我回答不出来了，我不知道，我说你长得很美，她说美，我说很美，我说真的很美。完了，传到沈腾，沈腾太霸道了，他能说猪很美。有答案吗，刘姐？是什么？我是要我演这位杭州的这位女士演的吗？哇，我说你是个美女，我什么都想不起来，我觉得你很美。来，你继续往下演。我演什么演？就往下演就好了。这个事儿根本掰不回来，从这儿开始，另外一个新的剧本开始了。对，潘老师，把正确答案您再说一下。别在那个犄角旮旯叽叽喳喳玩这个立根灯。哎，我天哪！大张伟，你先死得不快吗？肯定是你出的。我没有，不是我，不是。他福瑞京人，老北京，老北京的孩子，这是啊。小圆不可能能出这个题，我出不了。小圆出不了这题，就我们先谢谢这位来自于萧山的观众朋友，谢谢姐姐，特别棒。过年就该有这个开心劲儿啊！谢谢您，祝您开心了，开心，开心真棒。他有个电影。谢谢你。姐姐，您还不下去主持，没话接啊！姐姐，您倒是下去啊！我是看透了，你下去他都不再下去的，他又坐着呢。这样，那就伴随着这个姐姐在台上，我们所有人上来，因为这轮最终的比分已经出来了，我们抽卡带，好不好？来吧。我们先谢谢这位姐姐参与到我们这个环节，谢谢您，来，请坐一下。
请休息一下。谢谢您，拜拜。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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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乖乖，哇，还飞吻哦。这一轮最终获胜的是舞台王者，王源贾玲队。太好了！好，这样我们请王牌女郎，那把这一轮的卡带拿上来，还是由小圆队来进行抽取，来欢迎她。这边啊，小圆这边。你抽啊，姐，你抽啊，你抽。来，陈佩斯老师抽一下。陈佩斯老师的帽子都没有了呀。陈佩斯老师。可以随便抽吗？陈佩斯老师手臭。好。好，接下来我马上要进入到的就是两队之间的实力比拼，进入才艺对决。怎么就我一个？接下来我们通过抽取春晚节目单的形式来决定双方到底用什么样的形式在舞台上开展比拼。娜娜选哪个？那我就抽旁边这个吧。牧羊曲，牧羊曲。啊，少林寺主题曲。你知道牧羊曲吗？你知道牧羊曲吗？哦，牧羊曲啊，不知道。装嫩啊。其他其实我还蛮好奇的，春晚节目单还有点别的什么东西？对，看一下。这很危险，我想看，但是我又不敢看。小圆啊，嗯，能不能帮我看看，就是比如说歌曲类的、歌舞类的，还有其他什么节目吗？好啊，那帮我看一下，都分，你直接打开吧。哦，在小圆打开的同时，我们宣布一下规则，就是打开什么呢？就要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什么。嗯。哦，冬天里的一把火。哎，这个坑。相约酒吧，小圆你还要回娘家哦。好多都没听过，什么回娘家、相约酒吧，我都没听过。但是翻了就得演，你现场挑一个助演的嘉宾，帮你来完成这三首歌。我觉得挺好的，那个回娘家跟着我。那就你。不，什么什么我呀？嗯，我有这个荣幸吗？太好了，我可以啊，都可以演啊，对。好了，那接下来我马上就要进入这个春晚的才艺秀了，我们的这个比拼正式开始，来。来，咱们听一下啊，咱们都是哪三首歌？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冬天里的一把火。嗯，好，下一首。来吧，相约酒吧。来吧，相约1998。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哦，这是回娘家吧？好喜庆。嗯，但是这首歌你没听过，对不对？我是没听。然后《相约酒吧》你也没听过，因为你是第几年生的呀？两千年生的。所以现在抽到这个牧羊曲是一定得，就不能变。就要做这个。但是有点难，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曲子比较遥远，对我来说。对。我就说你要挑战你不会的，我觉得你后来出单曲，然后你出很多的事情，你都在挑战你自己，都是你不会的，但是你都胜任了，对吧？会的你还弄，显得你不是你性格，你是一个挑战你自我的人。因为我们确实也考虑到你这个实际难度，所以已经给你找了一个帮手。他已经在你的这里吗？对，有人是吧？对。哇，这么多机器。你好。抖音越玩越嗨，争当炫酷王牌。马上进入的是抖音短视频 APP 经典时刻。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我心窝。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烧我。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中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那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用那温暖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右手一只鸭，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得儿喂。主要是唱的部分就交给你了，太谢谢你了，谢谢你的帮助，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演绎这首牧羊曲。哎，这个很好喝，要不要喝一点？清脂又好喝，是挺好喝。水潺潺，波上轻轻。
谢谢三位带给我们的精彩表演，谢谢，太棒了，这简直就是一幕回忆杀啊！首先呢，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娜娜的这两位助演嘉宾，让我们欢迎2017网络选秀冠军人气偶像歌手毛不易，欢迎。大家好。好，另外一位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就是在1983年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上为我们送上《牧羊曲》的原唱郑绪岚老师，欢迎。大家好，欢迎郑老师。哎呦，郑老师，1983年的春晚，83年，对，那时候我才刚满月，我1983年1月份生的，所以那时候我刚满，咱俩一样，咱俩我也刚满月，我们同岁。看明姐白您那眼，真的是。当时这部82年放的这个少林寺的主题曲红遍大江南北，嗯，对，是吧？您还能记起当时自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候的感觉吗？应该说我第一次接到这个首歌的歌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歌很一般呐、没有什么特别，也不觉得它特别优美。结果呢，这首歌却成为了我的代表作。在春晚的现场呢，也是应该是这首歌已经家喻户晓了。当时83年，那么只是就是说，再一次的献给广大的观众听众朋友们，那一天晚上，这样我们也把蔡老师和潘老师请到台上来了、啊、有请二位。这个第一届春晚，我相信给二位也会留下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嗨，好久不见，兰子。你好，徐老师，好久不见。这二位老师对83年的第一届春晚会有什么样的印象？哎呦，那印象可大了去了，因为那个时候吧，有电视机的家庭比较少啊，不多，所以说我们都在挤在别人家有电视机的家庭里头去蹭看这个春节晚会，因为第一届春节晚会嘛，我觉得可能是整整影响了我们这代人。是的。郑绪岚老师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刚才我跟蔡明就说，旋律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说把我带到了我的那个年代。满月那个年代，哎，因为这个少林寺当时火的你可不知道啊，那简直太火了。那个这个电影可能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动作片，都后哈嘿哈，是都是打打杀杀的。当这个牧羊曲一出来之后，你就感觉这个电影是那么的唯美。尤其是郑绪岚老师这个声音，干净的简直无可挑剔，特别的动听好听。对啊，时光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从83年的第一次春晚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春晚变成了中国人过年的一种习惯，也成为了反映国家进步、反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窗口。所以春晚我相信会永远留在我们记忆当中，带给我们不断的新的感想。精彩的节目过后呢，大家已经回到了我们舞台上啊，这轮所有的决定权都在现场的观众手中，两队正式进入拉票的环节。想点办法，我觉得你刚才唱歌第一首歌最后那句特别适合拉票，建议你用那句来拉票，我觉得特别棒。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也知道你是真心的打的，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真心喜欢我。才这岁数让唱最后一句就得从第一句开始捋了是吧？我真的真的可以，你抓住了重点啊！可以，彭队长给自己队伍拉拉票，让毛哥也唱一句吧。可以啊，毛哥，打打那个深情牌。深情牌啊，唱什么呢？随便唱什么都行，你的代表作。快点！大过年的，随便唱一个悲伤一点的。没，随便唱。希望大家支持这边的老师们，谢谢。完了。
您说那个，您说那个，希望大家投我的人都变有钱就好了嘛。然后就开始唱。哎，孩子别说了，孩子都懵了。好，来来来，希望所有支持这边老师的朋友都能变有钱，然后唱两句“变有钱，我变有钱”。来，新春这样的祝福是特别棒的。观众朋友们，这轮哪队将会获得这个卡带的选择权，都由你们决定。现场投票开始。到底是我们的老字号队还是常青树队可以获得观众这一轮的青睐呢？咱们队是可以赢的。没事，让孩子们赢吧。咱们一天呢，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一定可以赢。一天呢，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一定可以赢。一百了，哇哇哇哇哇！最终106-94，这轮获胜的是王源率领的春晚常青树队。不要表现得很高兴，要给大家留一点面子。对，留点面子，不要表现得很高兴。结果出来之后呢，我们也请王牌先生啊把卡带送上来，获得选择权的就是小圆队了。来，这边啊，我的左手边。外表没有，外表没有。这个吧，选一。关键不在于选哪盒，关键在于选的那盒里有没有《难忘今宵》这首歌，才决定着今天哪队可以获胜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玩的游戏呢是王牌对王牌的指定小游戏社交合作伙伴同桌游戏 APP 里面一款特别特别好玩的小游戏。其实毛不易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除了助演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在这儿呢。这个功能就是他给接下来的两队啊带来了一位特邀嘉宾。真的，两位特工来对决，获胜的那方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特邀嘉宾了。好，来，请上道具。好，现在我们的这个道具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啊，接下来就要用我们的新耀红 vivo X20 来玩这个同桌游戏 APP 小游戏。我经常在跟同事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是菜还没有来的时候，要就拿起那个 APP 去玩那个。而且同桌游戏不是说就是只能跟同桌玩，就是你在一个桌子上，前后桌也行。一桌吃饭也可以玩。王不易今天玩什么游戏就你来定了。好呀，那你去选，给他们俩选一个游戏，选一个简单点的。我毛不易，我走真快，走真快，我。他可能会选一个他自己觉得最好玩的。哎呦，有坦克大战，哦，极速飙车，什么都有。哎，我呀。哎呦，这是娜娜。接受你的挑战。来，开始了，开始了，要开始了，要开始，三二一，开始。他下面会出来个人，如果这个人看到你们了，加油，娜，好，看到你们了就不能动。哦哦哦哦哦哦哦！这人出来了，你们就不能按，出来了就不能点。哎，对。他回去了，你们就能跑！哎呀！哦，往回打呀！哇塞！不行，他太厉害了！快跑！哎，别动！跑！快跑！跑！小林还有机会，快跑啊！快跑！娜娜。这个我得说一下，我毕竟岁数大了，手速没有他那么快。恭喜沈腾队赢得神秘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他。王牌拼高低，一光一清晰，进入 vivo 王牌时刻。我是正面人物，主角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朱时茂老师加入沈腾队。
请坐，请坐。接下来呢，我马上要进入的是新春歌会。王牌对王牌，王牌对王牌，歌舞小剧场第一题啊，第一题是歌唱春晚。歌唱春晚游戏规则：游戏双方并列两排站立，当开始播放春晚曲目时，听主持人口号开始抢答。若成功唱出接下来的两句歌词，加一分；若接唱失败的队伍，则接受喷雾惩罚。最终胜利者获得卡带一张。其实不太公平，因为大张伟这个应该比较强项，因为您是那个中华小曲库啊。对，就这个 feel。您别一会儿再打脸。小圆圆也行，小圆也行。王圆那时候还没出生呢。对，我估计没听过。应该也不错，就没有我厉害而已，但是应该也不错。你是挺好，你是什么？朝阳智慧少年。这要不行的话，我们就来个逆光照亮我们的美。来，来来来来，我们这。我要提醒一点，在抢答开始前，双方不要出框啊，出框属于违规啊。不要出框。请听第一曲。郭冬临老师，请作答。什么歌？什么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片爱，啊，牡丹百花啊，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娘，就是这个歌。啊哈，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回答是正确的。哇塞，这个节目哪叫王牌对王牌，应该叫王圆队赢了。他们一直在赢啊。下一题我觉得谁都会啊，谁都会，但是一定要接准了就行。就这个，请听题。来来来，就只可怜呐，你不扛枪，我不扛枪，谁来抢答？抢答都回来先，都回来先。哎呀，抢答。哎，咱们这没有没有开始的，没有开始的，没有开始的，等会儿，没有开始，人间自有公道，不能这么玩。公道，来，咱们就在这儿，你唱啊，来吧，别闹，放回去，好，准备好啊，看来这道题，哎，双方都会。来，老白放中间啊，来，好，准备好。好幽默，抢答开始。哎，潘老师，怎么做到的？这小步怎么走那么快？我也不知道，像踩风火轮，一下就过去了。哎呦，哪吒长大了。哎呦，小心！哎呦，乐呵。放那个，给老师调低一点，来，老师你等会儿你唱，老师你唱，头两句啥？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要保卫家，谁来保卫家？不对，你听我的，肯定不对，他都开看热闹了。唱我，哎，我跟你说，你唱好吧？这词儿没有那么多人抢，这词儿我知道。
谁来保卫咱妈妈？潘老师，请答题。谁来保卫妈妈？谁来保卫妈妈？谁来保卫她？谁来保卫她？哎呦！不可能、啊！郭冬临老师，请演唱。你们都是让开！你们都下去吧。谁来？我谁来？谁来？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哎呦！啊、继续抢答。真他妈冷！你们错了，得到对方了。对，不是我还是抢到了。啊！我来保卫祖国，我来保卫家。那个没有用，白麦在这儿。啊、那是假的。假的。请接唱。谁来保卫妈妈？谁来保卫她？谁来保卫她？应该是这样。哦。来吧，白凯南，白凯南，来来，谁来保卫？怎么样？谁来保卫家？你唱那一段吧。前两句。谁不扛枪？你不扛枪？你不扛枪，我不扛枪，谁来保卫？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来来来。用低保查字，用低保查字。我不扛枪，谁来保卫妈妈？谁来保卫妈？谁来保卫妈？还回忆呢，姐。对呀、啊，回去了啊！请都回到答题区，再没有机会了，太多次了。能不能？我是队长，我是队长，在这档节目里没有什么事我能办得了的。就这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大家都觉得特别熟的正确答案是。扛枪，我不扛枪，谁保卫大妈妈？谁来保卫她？谁来保卫她？谁保卫咱妈妈？谁保卫她？这词儿我知道。啊，对。谁来保卫咱妈妈？谁来保卫妈妈？谁来保卫妈妈？下一题，请听题。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抢答开始。他是说抢了，他是说抢了。你看看，我不会唱，我就负责抢杆的。潘哥，你今天给我的感觉就是哪吒长大了，真的。太快了，你。我们的规则是谁抢到杆谁唱。对，就是您。不是哪个队谁唱？谁抢到杆谁唱？咱提醒。前一句。调高点。啊，来，什么？都不许给提示啊。什么词儿？潘老师，前一句是在我心中重千斤。在我心中。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潘，回答正确。耶！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来劲了，前进。哇，这两位来劲，好。无论何时，无论。哎呦我一看，这功劳是您的哈、啊，怎么了？告指挥，来快回来，茂哥，下一题有的一拼了，来请听歌。抢答，哎。往后三步走，哎呀，我也岁数不小了，何必呢？哎呀，来，开始呀、哎！你们都一队了，抢什么抢？一个队的，咱们一起唱吧。你得摸着麦，咱们一块摸着来，鼓出新的形状来。
来来来，可以了，开始吧。请接唱。哪个歌？什么歌啊？请把我的歌带给你的家，请把你的钱包留下。钱包留下，不是。错了。后两句，后两句。还要唱后两句是吧？来，后两句不会唱吗？回答错。哦。朝阳智慧少年，中华小曲库啊。你俩行不行啊？信誓旦旦的，我这是冲过去了。我知道。啊，你上吧。哎，我可以抢了，我知道。上。好，小圆知道了。今天这个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回答错。继续抢答。走。明天咱们的造型。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这题回答正确。好，来，我们请听下一题。机会当成一次分手。喷错了。喷。朝阳智慧少年，中华小曲库啊。对，就这个 feel。老白，答案为何？为何你又要匆匆离去？又把机会当成一次分手。人家别人上来就是呲口气儿，贾玲上来就跟蒸包子似的。在我们这儿，我上。难道啊？又要匆匆离去。嘿，你一句不会啊？又把思念当成一次分手。喷，回答错。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为何你去？哇塞！阿敏唱的那年春晚，我就看到一半这首歌的一半，我是睡着了，那时候我太小了，不能熬夜。最后一道题，请亮牌。故乡的云，抢杆啊，抢杆。抢答。我有一个小建议啊，因为我看到明姐和牛莉姐二位啊，这次杀得特别的凶狠，我们就把这次抢答的机会留给这两位女生，怎么样？不是，可以，唱对啊，牛莉啊，牛莉，牛莉，两位啊，三、二、一，开始抢，牛莉，快抢啊！海边姐走，哇，你看看，香，还在流汗呢，还有这样的。请接唱，前一句是我曾经豪情万丈，我太高了，我
我曾经豪情万丈，回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那故乡的云，为我抚平伤痕。明姐的回答是正确的，耶！所以这个游戏获胜的是沈腾队，对，获得了选取卡带的机会。来，我们有请王牌先生，就这一个磁带，来，两个，哦，有两个，来吧，抽过了吗？这个吧，丽姐。我想知道各位喜剧演员们过年能回家吗？我觉得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前十几年前，那时候可以说东北的小品在央视的春节晚会是有多半壁江山。是，我们大多数都是东北的演员，包括我在内。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连续能有十几年，我们都是三十晚上直播，三十晚上凌晨一点多、两点多的火车啊，完了我们共同的这些人能有七八个人、八九个人。我们坐夜车往东北赶，那时候那个车厢啊根本就没有人，完了就像给我们开的专列一样。完当时那个列车长一看我们都上车了，因为年年我们去嘛，有的都认识，完了去就给我们包饺子，给我们送饺子，说的说哎呀你们真不容易，大年三十完了还把欢笑送给我们，完了你们回家过不了年，吃不了年夜饭。我说你们不跟我们一样吗？一样，我觉得这个只是分工不同。所以说我觉得奋战在第一线上，而且在三十晚上不陪家人过年的，吃不上年夜饭的，我觉得真的是太多了。是是的。那说到这里呢，我也特别想进行一下了解和调查，尤其是针对现场的很多观众朋友，大家都来自不同行业啊。我想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请各位先起立好吗？配合我做一个小小的现场调查。来，谢谢，请起立一下。哇，先起立。我想问的是，谁有过不回家吃年夜饭的经历的，请继续站着。如果你每年都是回家吃年夜饭的，请坐下。哇，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真好，每年都回家吃年夜饭。有连续或者中间有两年不回家吃年夜饭的，站着，我看看。啊，有几位？六位、七位、八位、九位、十位、十一位。是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回家吃年夜饭的，请站着我看看。哇，哦，还都是一二三四五，来来来，欢迎你们到台上了。哎，那什么，就是你好，哎呦喂。腾个地儿，来，观众朋友们请到中间来，来来来，请到中间来，请到中间来。哎呦，这样我们请观众朋友们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万福湖少有的啊，谢谢。您干什么工作的呀？我是做油漆工的。油漆工啊，您怎么就没和家里人吃年夜饭呢？对呀，油漆工为什么？因为我想在外面就是过年的时候工资高一点哦，多干一点活，我想多挣点钱回家吃房子。苦，辛苦。但家里人不会跟你说吗？先回来。回来，我的愿望是要把房子搞好，我们一家人好住啊。您是顶梁柱啊？我是的，应该是的。我母亲已经60多了，快到70岁了，我家小孩在家给我母亲带了。哎，我还感谢我的母亲，哎，对我。我是老家是温州的，我叫廖光辉，我从事的是机械技师，机械设备维修的。所以在这个年三十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需要您去应付吗？对对对。您在哪儿工作？杭州。哎，那离温州400公里啊，就。因为有的时候忙的时候确实
这个时间抽不出空，就顾不上了。对，顾不上。好嘞，第三位，我来自重庆万州的，我叫王世母，我是一位物流公司的一名装卸工。啊，就我每次买的那些快递呀、啊。相对来说是体力工作居多的。哎，对对对。您干嘛不回家呢？我们那里一般都要过年的时候，有时候要忙嘛。过年的时候非常忙。有放假有我也晚了，有时候买票时间又来不及嘛。小孩子嘛，老是打电话，爸爸你回来嘛。孩子多大了？孩子今年9岁了。我一打电话，他就说爸爸你回来嘛。我说我要挣钱，我不爸爸不挣钱，没人挣钱，又要长得要读书。他说他要考什么什么大学，我说你要好好读书，你只要听奶奶的话，爸爸一定要早点给你实现的。大家其实可以看看这位大哥的手指都很辛劳很辛苦，就是能从他的手指和他的体态上能看出生活的艰辛工作的不易。他是一个什么都扛得起的男人，但是说到孩子的时候瞬间眼眶就，对，再强的男人他有最软的一面哈、啊，就是最容易动情的一面。来下一位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孔胜东，是杭州公交集团28路司机。对，这我已整整间20年在岗位上度过了年30。哇，20年，太伟大了，英雄英雄，了不得了不得，20年。您是杭州人吗？我是杭州人。作为杭州人，您为什么不回家吃年夜饭呢？每个党员是一面旗帜，我每个星期六晚上在下城区中山北路与屏风街的10字路口7点到10点免费义务修理自行车。32年来，不管年三十年初一，只要是礼拜六，我都会坚持在志愿者的岗位上。哦，32年，哇，了不起啊。下一位你也介绍一下。我叫王涛，是杭州交警的一名成员。交警肯定的。哎呀，您哪儿人？老家是？我老家比较远了，是宁夏银川市的。我们这个工作必须有人值守，这个有时候其他人休息的时候我们是不能休息的，所以这个年三十是我们基本上没有在家待过。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多少年了没回去过年这个事儿？现在大概有9到10年没回过了。10年了，谢谢您。值得敬佩，值得敬佩。辛苦了辛苦了，真的辛苦了啊！谢谢您王警官。应该的应该的。今天既然来了又在过年期间，就用这样一个机会吧，每人对电视前家人说句话，每人来一句。我要对我的父母说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但是我穿上这身警服，我就要对国家和我的职业负责。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今年我一定抽空带着孙子和孙女一起去看你们。对不起妻子和女儿，20年没和你们吃年夜饭了。我跟妻子承诺，等我退休以后我天天陪你们吃年夜饭。谢谢大家。我跟我父亲说一句，我有几年没回去跟你们共团圆了，今年有空的话一定要回去跟你们好好过个年，祝老人家健康长寿。爸爸妈妈你们在家里好好的保重身体，女儿你在家里跟爷爷奶奶你们要好好的照顾，你小你要把爷爷奶奶照顾好，爸爸一定要回来陪你过年，今年我一定要回来的，你许下的承诺我一定给你实现。对，好，回去了，太棒了。我要给我妈妈说一下，我妈妈辛苦了，带着我的孩子，我很感动的，因为我爸爸去世已经20年了，我现在还想起房子，我谢谢我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我向妈妈敬个礼。
我觉得沈涛，我们应该在这里，像今年大年三十依然回不了家的各行各业战斗在第一线的所有回不了家的人拜一个年，祝他们新春快乐，好吗？我们就一起说祝他们新春快乐吧。来，三二一，祝你们新春快乐，送上我们的祝福。当然，如果说你们今年想回家过年的话，我有一个小建议，你们的来往的路费节目组出了。好，谢谢谢谢，希望可以把这样一份祝福带给你们的家人，祝愿他们在全新的2018年一切都顺利，一切都开心，你们也自己都保重身体好吗？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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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入座请入座，谢谢谢谢。其实除了你们啊，还有一个好人在每年春晚的舞台上都为大家带来欢声笑语，今天他也来了。哇，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郭子，只要您有事儿，我就竭尽全力的帮你，我就是个好人，有事儿您说话。哎呀，牛牛，谁是牛牛啊？不，丽丽。你怎么在这儿啊？就是那个浙江卫视啊，在录《王牌对王牌》。那好节目啊。他们请我演个小品，我想请你帮个忙，跟我搭档一下。我？我是来旅游的。哎呀，你跟冯巩啊、朱军儿那么好，你让他们给帮帮忙呗。他没时间。那可不，他们最……我有时间，对不对？你不是人缘好吗？咱俩不是搭档的最默契吗？行，就冲你这句话我帮你。你说演哪个？就演那个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的事儿没问题。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怎么了？报纸上登的，说有一个女的特别好，她每一次拿出水果来，总是先递到丈夫的嘴边。给给给，谢谢啊。郭子，郭子，别吃了。奶奶，奶奶，你看你，你每次跟我打招呼，你都用笤帚，你。你是来干嘛？我告诉你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我必须来找你了。什么事儿？浙江卫视不有一个《王牌对王牌》，知道吗？知道。他们呀邀请我演一个小品，我没有搭档，所以说我来找你，想让你给我帮个忙，行吗？你就直接来找我。是的，直接来找你了。你看看人家，人家直接来找我，根本就没找别人。找别人也没空啊。那可。就演那个1995年春节晚会，有事您说话。行，来。不是，郭子，你可是先答应我的。是我先答应你的。那你怎么？他不这么来了吗？一块演就完了呗。两个人演，那多麻烦呀。那怎么着？哎呀，丽丽，他是跟我是老搭档了，你就让他先。不行，咱们也有个先来后到。哎呀，你这先来后到的话，我1995年是我先到的。那不行，我俩搭档不行，默契了。我说，这个事儿特别紧。我跟行了，别着急。你也是我老搭档。他也是我的搭档，那这样好不好？你们两个我一块演行吗？真不容易，这排了一宿的队，本来啊排到我那儿了，人家把门一关没了，我又多花了200块钱弄了两张下铺，真不容易。媳妇儿，我回来了。哎，郭子。哎呦，在家穿那么多干嘛呀？怎么还戴了一个偏分的帽子？不是，这是头套，弄错了。哎，我是，对，你是牛莉。哎呀，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买了两张火车票。郭子，这边的，我来了。
媳妇儿啊，买了两张火车票，怎么样？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全是下铺，我厉害吧？哎呦，太厉害了！哎呀，你说说你啊，图的是啥呀？我图啥？我图的就是，哦对，丽丽呀，其实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哎呦，太乱了，没法排了，这太乱了！你说我们还刚进戏，你就我只不过想帮你们两个人嘛，你们别着急，我慢慢的把词儿就倒腾清楚了。我你们还不相信吗？别光你们俩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怕呀。郭子，郭哥，郭哥，你谁呀？我呀。兔，哎，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还有叫兔的。哎呀，我小名就叫兔。哎呀，那个，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王牌对王牌那个栏目啊，找我了。找你了？对，我想求你啊，帮我演那个2007年你带我第一次上春晚那个回家那小品。你看我穿着服装就来了。我演一个喝醉酒的人，你当好人，你把我送回家了。你家在哪儿啊？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哦，外地吧？不就三个人吗？啊，不就三个节目吗？对呀、啊，一块演一点问题都没有。太好了，来开始吧。哎呀，我跟你说，来了，不是，大个子，你家到底在哪儿啊？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啊，你家外地的？哎呀，不是，我还是送你回家。郭子。啊。谢媳妇儿啊！啊，票买回来了，两张全是下铺。郭子，我都不是说你啊，你说你大半夜的顶着寒风还自己搭钱，郭子。亲爱的，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能坏事，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能不能心里阳光一点？郭子，又来了。哎呀，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哎，不是再来。哎呀！郭哥，你怎么了？这是？我这满脑子都是星星。哎呀！哎，那个郭子，行了。哎呀，你别晕了，我们仨呀是逗你玩呢。对呀，我们就想看看你跟谁最亲，对谁最好。当然是对你最好了。我们就是看看呀，在最关键的时刻，你帮助谁，推辞谁。我当然帮你了，我也不能推辞他。所以说，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哎呀，是，郭子，由衷的我想说一句啊，23年过去了，你。还是原来那个郭子，还是好人郭子一枚。哟呵，诸位都在这儿呢，有事儿吗？有事儿您说话。你说你成天这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个什么呀？哼。你就拿我们科长来说吧，啊，自从我给他买了3张卧铺票以后，我和东林哥合作的时候上春晚都是第一次，就跟他在一块儿搭档特别舒服，你不怕丢了，他总是要能给你抓回来。这站着谁说了算？我说了算，怎么着？没事儿，我随便问问。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呀，就是天大的快乐，记住没有？我当然记得。所以说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呀、啊。哎呀，你看你老是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头。我跟郭子合作了有3、4部了吧，就是很默契搭档的，甚至于有的观众认为我们俩就是真的夫妻。这才是我的老公，有点像我的姓儿。什么姓？牛。这就是你的钱包？不对啊，我钱包里有身份证，这里没有啊。你身份证呢？我身份证在这儿啊。你看看，别说话，我钱包呢？哎呀！2007年，东林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我有个本子，你能来演吗？我生孩子，我不成怪物。就是这个回家。我也生不出来呀。当时我们那个节目还获得了2等奖，于是呢，从那一年开始。我到今天为止上了8年的春晚，我准备和你媳妇儿啊要补办一个婚礼，啊不是，
和你弟妹。他是我亦师亦友的，我的艺术道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人。哎呦，呀呵，诸位都在这儿呢，有事儿吗？有事儿您说话。刚才就看这个，好久没看了哈。今天一播，我就哎呀，心里还挺酸的。对，就是特别感谢这个栏目，啊，能给我们有这么个机会相聚，再现23年前那个场景。哎，真的感谢，感谢。我想说的就是，在咱们的艺术道路上吧，我不管是，我不管你是谁的，我是你的，对，我会陪着你，咱们一块哭一块笑，好吗？嗯，你只要你不嫌弃我，这都是浓浓的战友之情啊。嗯，我就祝福郭子身体健康，嗯，无论你春晚换多少老婆，我都祝你一切都好。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一下郭冬临老师，因为这个节目的名称叫好人郭子，好人郭子这四个字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就想传递一种能量吧。嗯，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就是呼唤好人，呼唤帮助别人的人，呼唤无私的人。嗯，所以说呢，我们就想应该把节目演完了以后敢让自己孩子看啊，不光光是说仅仅一乐，乐很重要，但是乐完之后得有意义在里面。是的，是的，是的。有这样一群喜剧人，他们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用一个又一个经典的作品，深深扎根在我们的回忆中。这儿写的什么？书茶吗？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你们放弃了与家人的欢聚，换来了观众的欢笑，你们是当之无愧的喜剧王牌。接下来还有最为激烈的一个比拼，马上让我们所有人一起进入神秘的王牌时空隧道。王牌对王牌，王牌拼高低，一光也清晰，进入 vivo 王牌时刻。好了，欢迎大家经过这个王牌时空隧道，来到一个全新的冰雪奇境当中，完成接下来的这个挑战啊！这个游戏就是妓女游戏。妓女游戏规则：双方各派一位代表，在2分钟内表演规定主题，并各派一位代表站在浇水台上。游戏开始时，互相给对方代表禁止一个词和一个动作，一旦对手说出了这个词或做出了这个动作，本方的选手将受到浇水惩罚。本局比赛共3轮，最终会浇水次数少的队伍获胜，并得到卡带一张。好，现在双方队长请派出第一轮出战的队员。我们第一轮派出我们重量级选手。就随便说一个吧。不了不了不了。沈腾队长，你们这边出战的是潘老师。我好，潘老师。潘哥，久仰久仰。幸会幸会。担待担待。承让承让承让。两位老师这轮要面对的这个主题是过年讨债，郭老师演的是债主，潘老师你也是欠钱那个，你要让他说出你规定的那些禁语，一个词和一个动作。您的智慧可以。好好，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他的动作，你那么了解郭老师，他最习惯的动作是什么？写一个。这个还是。动作和词都已经定好了，两位队长，请派出本队将会接受惩罚的人。娜娜还小，对吧？对，她还需要成长。是。不不，成长的时候需要浇水。对对对。对。才能成长。需要灌溉。需要灌溉。需要灌溉。上当了，娜娜。行。你最小啊。没有，我没问题。沈腾老师真是厉害呀！你们觉得咱们有希望吗？有。有有有。说有的人去。有。你去吧。
好，两个女生接受惩罚，这第一轮玩的真大。过年要债，开始。喂，李总，李总，我一给你打电话你就这样，我求求你了，你欠我的钱能不能给我？哇！弟弟，我先把钱。少动问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也不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不是我知道了？是不是我知道了？这个地方，郭冬临老师，你就不能说话？你们要说话，你们要说话，让情境发生。哦，我知道了。之后他就被淋了。这节奏有什么错？这句话就不能说了啊。哦，我知道了。什么时候回来呀？去哪呀？你这俩人聊的真深，这都没啥关系。啊！你的身份是什么？我知道。都说欠钱的欠钱的是大爷吗？你那俩词儿是欠钱，对，行，进去了，欠钱不能说。马上我20了，太成长太快了。潘老师，又引诱他。那你是什么身份啊？你是什么身份呢？哦，慢了吧，赶紧分析。想想郭老师，是不是别指他？郭了，你就告诉我你来干嘛来了。我知道了，要账。你自己看着办吧。可是我真没有啊。他俩在讲啥？不知道题目的人永远不知道他们俩在讲啥。你这样，再给我一点时间。可以。等我这笔生意做好了，给。那行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情境演绎时间到，我公布一下啊，潘老师，您被限制的那个词是钱，您被限制的动作是笑，所以一开始您一笑，娜娜就被淋；一笑，娜娜就被淋。我啊，我知道了。其实您啥都没说，就光笑了就被淋。另外一边，郭冬临老师被禁的词是快点的，动作是抬手，所以您一举就被淋。咱两个队长批好不好？队长两个淋雨好不好？然后咱们来。大老师，咱俩上去好吗？哎，怎么这个节目的流程是你定的吗？大老师，您作为我一生的偶像，得嘞，走。两位队长啊，有本事你躺着，而且他们直接躺在这儿。来呀！有本事你躺着。来呀！躺。这简直就是职业生涯最后一战了，各位。你别动。何必呢？我趴着。你趴着呀？哎，那我也趴着好吗？好，趴着吧。好，趴着。你们自己定啊！哇塞，这是有多惨烈！我的天哪！哇塞，小张姐，我尽力啊，我尽力。加油啊，王源！来吧，双方要演绎的情境是：这是一个选秀节目，这是导师，这是来参与选秀的选手，请规定禁语和禁止动作。可以吗？可以吧。您太实诚了，这是不是太狠了？那种太狠了，那种不行。你以为对方会手下留情吗？还说太狠了不行？这个词可以吗？表演开始。Round two。
是你还带躲的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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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试这个水是不是真的能下来，就是试一下。这把咱俩谁背上走？不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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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情境继续。理想，理想。我的屁！我去！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还没发现？还没发现吗？还没发现吗？还没发现吗？又来了！我这怎么怎么了？我想成为好的歌手。我想成为。我想成为好的歌手。哎呀！这水都跟不上了！你俩快点啊！还玩不玩了？好，谢谢啊！这出的表演到这里就结束了。哎，等一会儿啊！你们俩不打算跟我们俩说点什么吗？你过来吧，咱们一块儿教一教吧。来吧，这样，我不求别的啊。现在我跟大张伟两个人坐这儿，你们俩站这儿来。你俩还能坐住呢？哇塞！我俩穿着浴巾。哎，大张伟，我明确告诉你，我的事不能眨眼。行了，我告诉你，我的两个字叫活着。只要是活着就不行。二位，你们要面对的情境是，这是一个同学会的现场。作为昔日恋人的你们重逢了。啊，我是这么想的，我这个不是今天做头发了吗？晚上回家也得卸妆啊。我边那什么，我边洗头，边浇边洗头。对，我直接把妆都卸了。哎，行吧，来吧。咱们先绕着这坐，然后最后咱们突然开始，你就一直说。同学会，昔日情侣相见，开始。大张伟，你还有脸面对我？有啊，你看看这不都是吗？这不长一堆呢吗？行了，大张伟，我不想跟你说那么多了。啊？我们俩的缘分到此就尽了。行，咱们的爱就像板擦一样，就给它擦掉了，好吗？好。不要再提以前了。可以。不要再提以前了。但是，大张伟，我不得不说。哎，你说。我看到你，我依然有心动的感觉。大张伟，我还喜欢你。今天我再一次见到你，我真的觉得，哎，我们好安静啊。对呀、啊，我觉得你也是，我觉得你真的好美。能不能帮我们降降温？我们这干嘛？我们不知道说了什么。你傻呀你！哎，我一个人声音跟我说，说我傻，但是我即使再傻，我也不会改变我爱你的感觉。因为你在我的眼里永远是最最帅的。美的，帅的，太美了，太美了，你太美了，你太美。可以了。这个压根儿不用看你们到底给彼此写的是什么。实话，我们俩猜出来了。哇，我感觉到你们猜出来了。对不起你们了，因为我们是故意的。来，穿上，来。好了，经过这个禁语游戏，
最终统计这轮获胜的是王源队。耶、yeah! 好，请王牌先生将卡带拿到台上来。这轮赢得太不容易了。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都不容易啊，都特别拼。我们把这个验证的卡带机也拿到台上来。验证的物件已经来了，这边咱们验一个。这个肯定不是。看这家境比较好，正好已经用 CD 了。那是真不会，连壳都没开就往里放。哎，掐掉啊，掐掉。哎、反着放。就这样。真不会啊。No。反着放。就这样。放。真不会啊。No。听一下，听一下，是不是？家里现在还在用。这什么？南王不是这歌儿，哦，不是南王今宵，不是南王今宵，退出来，退出来。我王源会放磁带啊，真的吗？但是他的年龄应该不会放，他的意思对 ，OK。这什么歌？这个是是哦，这个是居然是啊，这个是真是啊，南王今宵，南王今宵，哒啦哒啦哒啦。南王今宵，不论天涯你还在家。这就是主持人该说话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吧。说再见的时候了。绿水青山，小狼助力，小狼酒公益基金与王牌家族一起为环保而战，歌声不要停，让我们恭喜他们。好了，再次感谢今天各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再次祝愿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幸福。耶，拜拜。逆光拍的也确实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幕后花絮，登录独家网络视频平台腾讯视频观看。本节目音频内容信息网络传播权由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独家享有。我18岁的时候跟娜娜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你这个坏蛋！逆光，逆光！那你在演什么，沈老师？妖怪。对王牌话题参与节目互动，浙江卫视联合绿色浙江发起绿水青山王牌守护公益计划，收集绿色包包为爱豆种树苗，与王牌家族大两山发源地一起守护绿色治水清污。感谢腾讯视频、蓝天下官网、中国蓝 TV、新浪娱乐、腾讯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搜狐娱乐、人民网、新闻网、光明网、爱奇艺、优酷视频、搜狐视频等平台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下载人民日报、新浪、网易、腾讯、凤凰搜狐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加入360搜索界面等平台获取更多节目信息。你们有谁见过这个人吗？王牌不分高下，高手自在民间。